就是昨天早上我们诊所上班嘛，然后下大雪就堆起来了。我们这有奖牌，有那个赠患者的一些小礼品，有雨伞嘛，然后就插上了，用一个水杯底儿画了个眼睛画上。这个奖牌是我们给小朋友的礼品，就是觉着这个雪人没有灵魂，当时就想作为牙医怎么能让雪人没有牙呢，然后我们就说来给他镶牙，然后就给他弄上了，还挺有意思的。